Anubis。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枫叔叔，欢迎收看《娜塔拉崩坏》的新卡点评。如果你跟我一样期待这次的新卡包，别忘记点下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动态喽。另外，我的频道快达到20000订阅了，如果你想看我的影片却还没有订阅的，动动手指帮我点下订阅，拜托拜托。这部影片将会帮助你了解新卡的效果及其应用的地方。那为了使你更加了解新环境，请先去观看扭矩次元退环境说明以及新卡简评第一集，里面有新的能力的说明。那我们马上就来看第一张牌吧。中立部分，神域的大天使加百列，三费二三的体质，本身具有守护以及入场曲，获得加 X 加 X 的效果，给予一个其他的从者加 XX 的效果。X 为自己剩余的 PP 值，消费自己剩余的全部 PP 值。这张牌啊，它标准的体质加上守护，搭配上能力啊非常活用的关系，你甚至可以在后期的时候直接加7加7把对方一波带走。这张牌对于中立卡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的典范，可以跟有特殊效果的从者做搭配，像是稀释金属密龙以及无法被攻击的夜孽师之类的牌，也可以娱乐的搭配，像是双刃魔剑士之类的，让零费的从者直接集持。但除非使用以上这些特殊从者的套牌是能够爬分的，不然这张牌会因为没有明确的体系，所以不会热门。属于 C 类，很强力的非环境牌，钢铁与大地之神，类型机械自然，七费666的体质，本身具有融合机械牌或自然牌。入场曲给予一个敌方的从者 X 点伤害，随即将 X 张的机械或自然卡由自己的牌堆抽取到手牌中 ，X 为与这张卡片融合的张数。如果这张卡片与机械卡及自然卡进行融合，则会使上述抽取到手牌中的卡片消费减3。能够补手牌数量的融合牌就是一张好牌，但就这个性质来讲的话，它比较算是铺垫用的，本身做不了太大的优势。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准时拍出的时候，就是把你必要的机械或者是自然牌直接给合成给滤掉，想办法换到另外一张比较关键的那一张可以奠定胜负的牌。而同时间融合机械与自然的这个降费的效果啊，就目前已释出的卡来讲的话，混双轴并没有特别的强，要看那个职业啊之后有没有新的卡或者是特别的红卡可以作为搭配，才会让人想要尝试双轴。但值得注意的就是，以七费的这个节奏来说的话，它刚好可以接在贝尔福特之后，而它本身的类型又是可以给岳父吃掉的，所以说复仇者是最有可能放这一张牌的职业，属于 B 类自然或机械牌组，可以考虑选用。双翼天使，类型机械自然，二费一三的体质。入场曲，如果自己手牌中的其他机械卡张数为3张以上的话，则会给予一个敌方的从者2点伤害。如果自然卡数张数为3张以上的话，则会回复自己的主战者2点生命值。进化时会由生产器械与纳塔尔大树之中增加一张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到手牌中。先不论本身的能力好不好触发，进化的时候可以多拿机械或者是自然，本身又是一个双重的类型。以中立卡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当你牌组组完之后，你缺少自然牌或机械牌，你有空缺就可以放上这张牌，属于 B 类自然机械牌组，可以考虑选用。暴炎魔神，七费55的体质。入场曲，给予敌方的主战者5点伤害，如果为第10回合以上的话，由原本的给予敌方的主战者伤害转变为给予敌方的主战者与敌方的从者全体伤害。巨连骷髅直接被屌打，这张牌啊简单暴力，对于所有缺斩杀的牌组来讲会非常的需要，但说实在这类卡不会热门，顶多就是娱乐玩玩而已，属于 N 类不强也不弱，很普通的一张牌。哥布林橄榄球队，三费法术，召唤2个哥布林到战场上，爆完强化9，再次自己未进化的哥布林全部进化。三费铺两只的这个能力其实有点普通，而六费铺满哥布林的这个效果，很简单的拿乙基来做比较好了，它是有点烂的。进化的3次体质，你还有可能换不掉对方上一回合残留下来的大怪。那它唯一的亮点就是九费的时候，你可以拍爆能强化，可以瞬间刷高5次的进化次数，接着让你的宙斯啊不会腿软卡吗？只有进化类型的娱乐牌组会考虑选用，属于 H 类娱乐牌。主教部分，圣泉月兔妖，杰斯体，类型自然，五费35的体质，融合自然卡，与这张卡片进行融合时会回复自己的主战者1点生命值。
本身具有棘齿以及入场曲，如果与这张卡片融合的张数为1以上的话，则会获得必杀的效果；如果为2张以上的话，则会额外再获得守护效果；如果为3张以上的话，则会额外再获得吸血效果。由于融合的时候可以补血，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可以跟耶拉作为搭配，但耶拉牌组混自然轴走双轴的话稳定性不足，所以搭配起来不会比想象中还要好。那以正常的自然主教牌组来看的话，如果挂上这张融合多张卡的效益也不会到太好，手牌数量的耗损太大了，所以最佳的情况就是你只跟一张的大数融合去拿到这个必杀的效果就足够麻烦了。那以构筑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原本构筑中的一只圣域还有笑脸踢掉，放上新的中立金卡以及这张的杰斯体，属于 B 类自然主教会考虑选用。机子狂人伊维尔，类型机械，六费三三的体质，每当自己使用机械从者卡时，给予该从者2点伤害，使该从者获得加二攻与途径的效果。入场曲增加2张铁腕女修士卡片到手牌中，并使其消费转变为0。铁腕女修士的效果是三费二三体质，具有守护，并且会入场曲给予一张修复模式的卡片。这张牌啊，他会先用机子虐了别人之后，再加花继续往前冲。由于卡牌本身会给铁腕女修士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六费三三叫2只41途径守护，还送你2张修复模式的从者。以波塞顿系数来看的话是 2.666666， 而且当你四费的时候有进化过逆莫涅姆时，你就能够在五费的时候就拍出这一张的伊维尔，而他造出了3个从者啊都死掉之后啊，你又能够降费3次，六费的时候再拍一张的伊维尔，接着拿3张的逆莫涅姆的救赎去贴其他的机械的牌，七费时你将会拿到4到5张不等的逆莫涅姆的救赎，触发到逆莫涅姆的救赎的本身的5次的效果，叫出天耀盾甲，直接将天耀爸爸降到7费，直接拍出，对方将会直接傻眼。而且由于你的伊维尔啊都是途径结场的关系，你绝对可以在很舒服的情况下拍出爸爸。总之这张牌啊就是主教的圣将军的转世，搞不好还能够活在场上，然后让爸爸加二攻，接着你只要花2拳就可以直接把对方给带走了。即使啊他不放在机械牌组当中啊，论单卡、啊、也是非常的强力，属于 S 类超强又活用的一张牌。永赴的祈愿，三费法术，使自己的 PP 消耗与这张卡片等量的消费值，在使用这张卡片时将其转变为命运抉择所指定的卡片，如果自己战场上的护符数为2以上，则会由原本的命运抉择转变为抽取2张卡片召唤一个森林参谋长喵鲁到战场上。伊蒂斯的祈祷，抽取2张卡片，喵鲁的跃动，召唤一个森林参谋长喵鲁到战场上。以他的祈祷效果来说的话，三费抽2是一个很正常的能力，所以平常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它当作一个过牌的手段。那因为它两个能力都触发的时候会比较强，所以你就要需要的是要搭配到护符选用比较多的牌组才会去考虑这张牌，这样的话就不论是耶拉教或者是自然教啊都可以考虑选用，只不过要看这些牌组啊将全部的必要牌放完之后啊有没有空缺才有可能放入，而纯正教跟机械教啊就没有到那么的适用，属于 B 类，耶拉教、自然教可以考虑选用。机械编僧侣，类型机械，二费二二的体质，自己的回合中啊，每当发动回复自己的主战者或自己从者能力时，给予自己的非机械从者全体加一血的效果，给予自己的其他机械从者+1+1的效果。这一张牌就是人体耶拉。哥布林机兵啊，铁腕女修士，还有机械腕祈祷师啊，都会给一费的修复模式。而且大家可别忘了，就是逆莫涅姆的救赎啊，可以很好的降费留存 PP， 就会使得这张牌啊更容易在中期以及后期时直接做出一波大的节奏。等于说这张牌啊是提升机械主教上限的一张最强的牌，属于 A 类耶拉教会考虑，机械教必定选用的一张牌。扬旗异族，类型自然。四费二四的体质，结晶二，倒数3。入场曲，如果自己的其他手牌张数多于敌方的手牌张数，则会使这个护符减少一回合倒数。谢幕曲，召唤一个扬旗异族到战场上，本身具有疾驰，这又是一张疾驰会跑的从者，强度的话我觉得还蛮普通的，但因为二费结晶倒数3的缘故，可以用来跟耶拉教多为搭配，属于 N 类不强也不弱的一张牌。龙族部分，吉炎龙骑士洛勒，类型机械，
二费二二的体质。入场曲，如果自己手牌中的其他机械卡张数为两张以上，则会获得必杀与守护效果。爆冷强化期获得加二加二与及时效果。如果敌方的从者数为两个以下，则会随机给予一个敌方的从者三点伤害。此行动将进行两次，如果为三个以上，则会给予敌方的从者全体两点伤害。这个是婆的味道，有黑丝我就推爆。这个颜值直接可以问鼎龙族主战者票选冠军的宝座。本阵的能力啊，可以直接看作是内建的守护必杀，因为只要是你是走机械走的牌组啊，要没有两张以上的机械反而还比较难。就算你真的没办法触发这个入场曲效果好了，它在七费爆能强化时的效果啊，疾驰走脸的同时还能够做到一个蛮优秀的结场。对于机械龙来讲的话，是一张不可或缺的从者，属于 B 类机械节奏龙，必定放满龙之嗔怒三费法术，使自己的消费，好啊，这个效果啊，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反正就是有三费就可以发动罗文的咆哮，或者是拜迪的爪牙。罗文的咆哮使自己的 PP 最大值加一，拜迪的爪牙随机破坏一个敌方的从者。我在退环境说明影片当中提到，安妮罗杰退了必定会补进跳费的手段，没想到这次补上的这一张牌啊，超级的活用。前期的时候可跳费，又可以结场，在后期七费或者是八费的时候，你还能够一举双得。而且光就这个单单的三费随机破坏的效果啊，光这个能力啊，就是一张破格强度的牌了。而且这个跳费啊，对于龙族的重要性，相信我不用多说，大家都很清楚，属于 S 类。很活用又很强力的一张牌。巨铁龙人，类型机械，三费二三的体质。入场曲，增加一张生产器械卡片到手牌中，并使其消费转变为零。如果觉醒已发动的话，则会由原本的增加一张转变为增加三张到手牌中。进化时不亏体质，进化时会使一个自己未进化的机械从者进化。这张牌啊，最关键的点就是你准时下的时候是二三加一一的从者。而且啊，当他顺着节奏接续在拜迪之后，而且当他顺着节奏接续在拜伦下之后啊，就是一张333加21的从者，强度直接翻倍。而就进化后的体质啊，更是内建的45加33，跟其他从者进化的体质相比较的话，他额外增加的数值直接翻倍。这张牌有很明确的帮助到机械节奏龙啊，不管先后手都更加的强力，属于 B 类机械节奏龙，必定放满。那么本期的新卡解谜就这么多了，我是玉峰叔叔，我们下回再见哦，拜拜。獣、燃え尽きろ。世界は私の下にある。無様ね。我が試練を超えよ。小さい破局。世界は進む。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我是玉峰叔叔，我们下回见哦，拜拜。